好啦，跟住教大家咧，應該係第三類嘅題目啊，第三類嘅因式分解題目。我哋照用 identity 咧啲恆等式嘅公式咧去做一啲因式分解。咁記唔記得之前咧教嘅條公式咧就係 a 加 b 乘翻 a 減 b 等於 a 二次減 b 二次嘅。咁而家做因式分解係想變做括號嘅嘢啊嘛，咁所以咧就如果個題目係有兩個項有啲二次方嘅嘢咧，就去變翻咁樣，就係做因式分解噶啦。所以我請大家要留心一樣嘢，大家都知道一嘅二次係一啦，呢啲要全部幫我記住。二嘅二次係四，三嘅二次係九，四嘅二次係十六，五嘅二次係25，如此類推，去到十嘅二次等於100。甚至乎你去背到十一嘅二次是121，十四嘅二次是144，十三二次是169，咁你背曬佢咧就好容易去揾到噶啦，揾到佢究竟係咪用緊呢條公式得唔得？好啦，譬如呢條咁樣 ，x 減 x 二次減25，要變翻呢個樣啊嘛，所以變咗呢個 x 二次減五嘅二次，25係五嘅二次嚟噶嘛，所以即刻變咗右手邊呢度啦，你要變翻左手邊變咗做。一個加一個減，前面嗰窿填 x， 後面嗰窿填五，咁就叫做因式分解噶啦。OK， 咁再嚟噶咯，再接再例 ，a 二次減四咧係二嘅二次嚟嘅，所以變咗做寫咗個格式先，一個加一個減，一個寫 a， 一個寫二，咁咪搞掂咗佢咯。好啦，做快少少噶咯，可以呢個變咗做5x 成個嘅二次，49係咩二次啊？7嘅二次，所以變咗做又係咁樣寫個括號先，一個加呢個加先咯，寫加減先咯，一個加一個減，呢個寫 5x， 呢個窿寫 5x， 後邊個窿寫7，得唔得？啊，再落去嗱，3p 二次咧就係9p 二次係3p 嘅成個二次啦，25q 二次係5q 成個二次。又是寫一個格式，一個加一個減，這個窿就寫 3P， 後面的窿就寫 5Q， 那就 KO 到它了。那再下去了 2， 咦 ,2 不是二次方數來的，32都不是的，那所以剛才叫你記住呢，1的二次是1， 2的二次是4，那2和32不是的，那做什麼呢？去回第一隻基本的2和32，可以抽個2出去先。OK， 三二抽咗二，咪有12咯。咁16啲二次係二次方嘢啦，16又係二次方嘢，係四嘅二次啊嘛。咁就做一個手腳，變咗二括號 d 二次減四嘅二次，所以變咗做咧二括號 d 加四 d 減四啦。OK， 因為二同32原來唔係二次方數，就要抽咗用翻第一隻嘅因式分解，就抽咗二出嚟先做嘢啦。好啦，再同啊，同樣就係咁喎。3同27唔係二次方數喎，抽個3出嚟先。t 二次減9。好啦，做快少少俾你睇，變咗3 t 加3 t 減3啦。得唔得？因式分解嚟㗎，全部都。好啦，再落去咯喎。這個咧就抽個4出嚟，變咗做4 y 二次減25啦。咁又變咗做4括號 y 加5 y 減5。得唔得？好啦，16。這個呢4的二次減 A 二次，不是一定是 A 加4的，可以是4減 A， 可以做4加 A， 不是規定一定是 A 未知數行先的。好，隔離下面那條64的話呢就是8的二次來的，所以這個變成做8減 7G， 做得更快就可以變成這樣，8加 7G、okay? 36K 二次是 6K 二次來的嘛，咁81係9嘅二次嚟㗎嘛，所以變咗做嗱，咁就大鑊啦，輕微就大鑊啦，輕視就有大鑊啦。36同埋81呢，首先呢可以呢抽咗個咩出嚟先呢？其實佢可以抽個9出嚟㗎，所以變咗做 4K 二次減 9W 二次，咁跟住就會變咗 92K 加 3W2K 減 3W。好啦，但係你唔信邪，照好似頭先個方法咁做咧，就會發生咩事呢？就會變咗做6 k 減9 w，6 k 加9 w， 6同埋9可以抽個3出去㗎，3出去㗎，呢個可以抽到3，變咗做2 k 減3 w，
呢個 6K 加 9W 又可以抽個3出去，變咗做 2K 加 3W。咁個答案303就會變咗呢個答案啦。但係我都希望你哋係抽一個9出去先做，因為你唔會記得 6K 減 9W 原來可以再做因式分解嘅，所以小心啲啦。好啦，225225係咩意思啊？阿Sir都唔知㗎，咁咪15意思囉。欸，估中咗，所以變咗做15，係又係嗰個問題啦。225同埋400呢係5嘅倍數嚟嘅，可以抽嗰、那個抽個5出嚟先。OK， 抽咗5都唔夠喎，可以抽25出去㗎喎，其實。係啦，俾阿Sir出嚟先。好啦，原來抽咗25出去呢，225抽25啦，剩返係9嚟嘅 ,9F 二次減400抽咗25走呢，就變咗做16嚟嘅。好啦，記住抽啲因式出去先，所以變咗做呢 ,3F 加4 boy 啦 ,3F 減4 boy 啦，得唔得？咁625576有咩關係呢 ?576, 你試下撳開方576啦，咁你會發現係24嚟嘅。所以呢原來呢625呢開方呢就係25嚟嘅。所以呢這個應該是 25R 減 24 25R 加24啦 ,ok, 排山倒海後面有好多條嘅。好啦 ,121 係11二次嚟嘅，所以係 11XX 加 Y,11XX 減 Y。好啦，這個3同3可以抽出去先喎，跟住變咗 UV 加 XY 啦 ,UV 減 XY 啦。好啦，跟住三次方嘅，咦，抽個 A 出去先，變咗 A 二次減 B 二次咯，咁就變咗做 A 括 A 減 B A 加 B 啦。啊，八唔係二次方數，抽咗二 A 出去先，變咗做4減 A 二次，咁就變咗二 A 二減 A 二加 A 啦。咁 OK， 啊，排山倒海咗落去啦。27同108有咩好做呢？27呢我哋知道係9乘3，試下抽個3出去睇下咩事先。負108你除咗個3去啦，係36嚟嘅，所以抽個3就變咗負 36H 二次加 9G 二次。嗱，咁嘅樣唔得，我哋一定係永遠都係 A 二次減 B 二次㗎嘛。所以呢你首名呢將佢倒轉去。倒轉去得㗎嘛。所以就即刻變成做 3G 加 6H 3G 減 6H 啦。咦，又拿嘢啦。36同9呢可以抽啲嘢出去，所以呢題又做錯咗，拆晒佢。係啦，錯嘅。好啦，原來呢應該108呢係27嘅倍數嚟嘅，除27。喔，哦，原來係4嚟嘅。Sorry， 所以呢個呢係抽個27出街。呢，這個變咗做負 4H 二次加 G 二次，所以變咗做呢 27G 二次減 4H 二次，所以變咗做 27G 減 2H G 加 2H。 啊，隔離啦，32同50只有抽個2啫，所以變咗216C 二次減 25D 二次，所以變咗24C 加 5D 4C 減 5D 啦。好啦，再曬落去啦，好多題呀，啊，真係有。咁呢個呢就小心啲啦，呢個係 A 減1加 3， A 減1減 3， 未做完㗎，減1加3咪加2囉。好啦，減1減3咪減4啦。好啦，呢個做咗咩，又做一次，2加 X 減1囉，2加 X 加 1， 2加 X 減 1， 好啦，我哋鍾意 X 行先㗎嘛， X 2加1係 3， 呢個就2減1係1。哦，原來可以咁做嘅，呢，這個要小心啦。144係12二次嘅，所以係12嗱，寫翻頭先最初界係咁樣噶，嗱係12加翻二 A 減 B， 哇呢，這個小心啊，係12減翻括號二 A 減 B， 呢度阿 Sir 會俾個中括號去彈，因為負負會變正嘅，所以呢個應該係二 A 減 B 加12，呢個咧就應該係負 2A 加 B 加12啦，小心啲啦，小心呢個負荷啦。再落嚟啦，抽個7出去就變咗做負 9X 二次加1。好啦，寫返1減 9X 二次啦，所以變咗做7括號1減 3X 1加 3X 啦。好啦，再做埋落去啦，下面好多題。好啦，呢題
因為頭先好似做過喎，咁誒係抽個二趣啦，最多次唔緊要啦，十六 C 二次減廿五 D 二次啦，所以變咗二括四 C 加五 D， 四 C 減五 D， 好啦，呢、這個係誒寫翻個陣勢先，一個加一個減，依、這個仲要小心啲，一減 X 寫前面，一減 Y 寫後面。所以咧，呢度係一加一有二，二減 x 減 y 搞掂佢。呢、這個咧就大鑊啦，一減一冇咗喎，所以變咗負 x 加 y， 得唔得？好啦，再做落去啦，再做落去。好啦，這個、呢個咧其實係 a 減三嘅二次嚟嘅，減 b 二次。a 二次減六 a 加九，遲啲會教嘅呢、這個，就會變咗呢、這個，就可以變咗 a 減三加 b，a 減三減 b 啦。啊，呢、這個又係啦。四十九 y 二次加十四 y 咧加一咧，其實咧係七 y 加一嘅二次嚟嘅，後面減十六 x 二次，所以呢個變咗做七 y 加一加四 x， 七 y 加一減四 x 啦。好啦，再做啦，啊，最後幾條嘅啦，廿八乘七咧可以抽個七出去嘅，剩翻四括號 x 加 y 嘅二次，再減翻 x 減 y 嘅二次。但係咧，依度啲巧妙啦，個四咧就係二嘅二次嚟嘅喎，所以咧就變咗二嘅二次 x 加 y 嘅二次減翻 x 減 y 二次。咁你記唔記得 law of index 咧？如果二次二次一樣咧，可以整埋一齊變咗做成個二次噶嘛？咁呢個二又乘咗入去變咗做二 x 加二 y 啦。原來有咁嘅巧妙嘅 ，OK， 所以咧個答案咧就變咗做七括號二 x 加二 y 加 x 減 y， 二 x 加二 y 減括號 x 減 y， 所以變咗做咧七二 x 加 x 就三 x 啦，三 x 加 y 呢個就係二 x 減 x 咧就係變咗 x 啦，二 y 加 y 加三 y 就咁出嚟啦。啊，最後呢題啦，呢、這個咧依嚿嘢咧就會變咗做一減翻三 t 二次嘅二次嚟嘅，後面咧就係十三 s 二次嚟嘅，咁又再做啦，變咗一減三 t 加十三 s， 好啦，一減三 t 減十三 s 得唔得？可以停咗啲片，你慢慢重複 loop 幾次咧就明啦。呢度請大家記緊，我哋想做呢樣嘢公式。呢只係第三類嘅因式分解，就要大家記住 ，a 二次減 b 二次咧，就等於 a 加 b 乘 a 減 b。咁我哋教咗同學仔要咩？星星二次減三角形二次係咩嚟㗎？星星加三角形，再星星減三角形啦。咁你記住星星三角形就搞掂啦。咁搞掂第三隻因式分解。